最近，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在泰国曼谷出席第27届中山讲座，就两岸关系发表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演讲。这次演讲恰逢台湾地区政局变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两岸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之际，所以呢，马英九的言论不仅引发了两岸民众的关注，也在国际社会激起了不小的波澜。那作为曾经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人物，马英九此次发声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分量。马英九此次的泰国之行是他时隔28年后再度访问这个东南亚国家。在为期2天的访问中，马英九的核心议题始终围绕着两岸和平展开。他在演讲中强调，自2016年民进党当局上台后，两岸关系开始倒退，原因在于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这一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未能找到大陆可以接受的新基础。这导致两岸陷入了缺乏互信又没有正式沟通渠道的危险境地。马英九还特别指出，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赖清德在就职致辞中提出的路线引发了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应。大陆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军演，还公布了关于惩戒台独势力的具体规定。那面对这种局面，马英九呼吁台湾当局应以两岸和平、台湾民众安全为重，回归一中原则。此外呢，马英九还针对台湾地区的军购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高额的军费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如果军购变成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所说的缴纳保护费，那么这样的军事预算将会成为拖垮台湾财政的前坑法案，最终只会让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获利。马英九的这番言论无疑是对当前两岸关系的一记警钟，他的观点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那就是两岸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人自己，外国势力的介入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加剧矛盾，增加冲突的风险。那现在纵观整个广阔的国际舞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这个背景下，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不仅关乎中国人民自身的利益，也是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马英九这次的泰国演讲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当前两岸关系的困境与机遇。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两岸同胞更应该坚持中国人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的原则，共同维护民族利益，推动祖国统一大业。